哎哎，别追了！你跑，站住！站住！干嘛呢？青丘，赵大哥，你现在也贵为百花门掌门，出入皆有随行，今后还是我去找你吧。一切都听赵大哥的，但今日青丘前来，却是有要事相求。何事？一星近日练功，走火入魔，身心俱损，昏迷不醒，我想尽办法也无法相救，便将他带来燕山派，请林前辈医治。大师伯，医术精绝，必能药到病除。林前辈说，保命容易，但若要一心苏醒，便要从内伤下手。我用幻化神功为他疗伤，只能压制。林前辈用长生功则有奇效。奈何，林前辈长生功层次太低，所以我想这边请。赵大哥，不必开口相求。你我之间，不许这些。嗯。对了，金子可曾藏好？嗯，藏在床下暗格里，压得死死的。啊，这边请。提督，于大长老，你能否请示岳掌门，让他对百花门的弟子稍加约束？哎，我派掌门正跟贵派大长老卿卿我我，他连自己都管不了，你还指望他能约束谁啊？那你这二当家的可否出面维持？那知道的是贵派来做客，那不知道的还以为燕山来了贼子。顾大掌门，你有没有想过燕山派为何如此轻易就被攻陷了？我懒得理你。看着我，我看你啊，就是油嘴滑舌。遇到真格的，怕不是转身就得跑？嗯？哎，别追了！你跑，站住！干嘛呢？快回去！可是师姐他们，快走！丢人现眼！等着瞧！走吧，走吧。等开饭呢？走啊！走走走。